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回骨子，今有真圣回骨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丁友莲，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祈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龄，秦朝时期徐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涿鹿之战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共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汪祖朱彦龄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祖朱彦龄。当下法会坛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灵，每个人的个人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还有少数人身上依附灵，及各位的家中地基主，释迦族尼泊尔释迦族，背面解冤释结住院灵，还有世界各国遭受荣耀杀死冤魂软动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今日今时呢，我们在共修来共赞王禅老祖的天威。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深谈恭祝阿弥陀佛的因缘一起超度各位堂中历代祖先，各位身上冤亲债主，还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这个因缘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要办一次这个法会，务必要仰仗天威，仰仗神佛，尤其我们仰仗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才能够召集召请这么多满宇宙虚空法界三界万灵天人名扬两界众生，尤其呢我们每个人在过去有无量劫来都是累劫冤亲债主，我们一并都借着这个因缘召请一一进入坛城听经闻法斋串供养。尤其今年这个法会供奉阿弥陀佛圣诞古印度尼泊尔释迦族被灭到现在2580几年的岁月到现在这个怨还没了，没完没了了
有多少人能够发这个愿，为释迦族来解冤释结呢？消灾化解，只有王禅老祖的慈悲，俺济公古佛的慈悲，台湾祖师的慈悲，啊，诸佛菩萨的慈悲，啊，才能够依法仪来招请入坛城。有维新圣教的法师，啊，恭送《佛说琉璃王经》，啊，开示因缘果，啊，恭送《鬼谷仙师天德经》，啊，八度八卷所有愿灵文往生南天净土，然后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再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所以就是要度天地灵，不是人哦，啊，度天地灵，啊，灵魂界的不度，人间界一定会世界大乱。灵魂界的不安，我们人间界的也绝对不安。所以这个都是王禅老祖啊他的天威，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要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在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以后啊，一一遵照王禅老祖为各位家家户户啊，这个平安，为公司工厂的平安啊，为山河大地的安危啊，修行。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的慈悲啊，不是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啊。为什么王禅老祖有这个慈悲愿力呢？啊，因为他是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啊，啊，慈悲悯世。那么相对的，我们修王禅老祖的圣法，我们跟随着王禅老祖一起在世间上走一趟修行啊，一个路程。我们要学习王禅老祖的慈悲悯世啊，怜悯世间，世间有因因果果的啊轮回报应，但是报应是他们的报应啊，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个因果报应。本段节目由土城安心道场赞助播出。所以我们不去换，而要转化为慈悲啊，怜悯众生，用神道关怀名扬两界，神道关怀祖灵。所以才从2003年、04年开始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一堂开始啊，这邀集啊世界各国华人啊三祖儿女一起来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36000众的祭祖法仪啊，表达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啊，所以连续办了12年，将两岸同胞三祖儿女的心拉近了啊，心心相印，印心决明，然后呢共创维新净土啊，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我们今年虽然没有在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大典，我们还是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元旦啊下午1点开始，在这里由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场
主持带领的各分寺的贤士同修们一起来这里追根溯源祭祖法仪。地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的诚心也是不减。那我们唯愿呢三足主联文能够加持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各自福荫庇佑祖祖孙孙，能够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以为我们的共同本愿今日今时我们丁酉年的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呢，我们在坛城上设了很多的莲蕊，尤其解冤坛。解冤坛除了解冤释结释迦族的恩怨情仇以外呢，还有各个姓氏的冤亲债主累劫所带来的冤冤相报也希望在这一次法会的时候能够解冤释结各自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人间净土，在台湾，在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这一些宗教的法仪都必须要仰仗的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呢因为王禅老祖他是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呢你慈悲悯世然后才能够化解这个冤仇，所以我们要来恭赞王禅老祖，请大家合掌恭赞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王禅老祖在从72年到现在来所救度的法界众生真是无量数王禅老祖他的威德力在世间自民国72年以后他的无论世间地狱界人间界这威德说也说不完，算也算不完所以我们今天是维新博士班就法师及我们讲师218位共同上课共修讲习我们要度众生，务必要了解王禅老祖的天威，你才能真正的将王禅老祖的心法传开帮助你们有缘的多生以来你们的眷亲或是你们的父母。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王禅老祖大家俗称的鬼谷子，各位同修我们要了解王禅老祖他是上界仙翁上界仙翁的他本名就是红军老祖，然后呢在7254年的当下呢他转世为伏羲氏族所以才有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开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的新法，到现在然后到了三祖时期先年皇帝祖、神龙炎帝祖，还有九黎蚩尤帝祖，三祖之争为顾及全民的安危，骑到站的休困，拢袂疼嘛袂忝，还佫为迄个。所以鬼谷投胎为鬼异区，鬼异区就是皇帝当时的国师自有《黄帝内经》，还有很多的心法妙法发明紫兰抽，把蚩尤打败了这之后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又投胎转世。春秋战国，战国七雄是大乱，那么不能天下乱，所以王禅老祖又投胎转世为鬼，为王禹王禹呢六岁就被观世音菩萨渡去修行那后来他悟道了，到了云梦山、荷兰、祁县、鹤壁鹤壁、祁县呢、云梦山洛阳村、云梦山呢去那里修行，收徒108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还有孙膑、庞涓这个外界是这个启示还有毛蒙、毛遂，尤其徐福东渡日本带了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开疆辟土，才有今天的日本124位天皇这一些都是王禅老祖他来到世间为世间的的大菩萨啦所以鬼谷子在那时候号为鬼谷子到了清朝清末来鸦片战争英国用鸦片来侵蚀中国几乎把整个的中国灭掉了所以王禅老祖呢他又投胎转世为林则徐林则徐呢才禁烟因为林则徐的禁烟才挽救了中国不然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变什么样这都是王禅老祖他在天界俯瞰东林众生俯瞰娑婆世界苦难众生因为少数人的糊涂有如那么我们那么多917位天主帝王总统发生那么多的战争，结果天主帝王哪一位把江山带走？没有带走，而留下了一些世间的祸根，真是不该啊！所以王禅老祖在天界，他就投胎转世，借各种因缘来消灾化劫啊！到了民国以来看到我们海峡两岸的兄弟相互残杀
兄弟砌墙，这个真是不好的怪现象啊，真是没有智慧，也没有没有爱心的啊。所以王禅老祖就不是用投胎转世的啊来消灾化解，而用从空界与修行者啊，与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啊，在空界啊，这个天人合一啊，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就是神道关怀。所以王禅老祖在2004年啊，举办祭祖大典啊，把两岸的亲情拉近了，能够相互理解啊，相互关爱，本是天下一家亲啊，骨肉相连，谁也分不开啊，水帮鱼，鱼帮水，都是天下一家亲呐、所以有这个大爱，只有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呢，啊，他就是上界仙翁啊。那我们啊，祈愿的啊，这三祖儿女们能够心连心，手牵手啊，共创天下一家亲呐、共同来促成啊和平共荣，两岸啊三祖儿女促成两岸和平共荣，这个才是三祖儿女。否则的话啊，一直在称三祖儿女，三祖儿女，事实上三祖儿女是一个悲情，相互斗争，相互侵害，相互凌虐，这个都是很不好的行为啊和思想。那么今天新逢丁酉年啊，阿弥陀佛的佛诞，我们在此呢啊，以宗教法仪，每天由维新圣教学院幻贝学院呢啊，圆宗禅师率领的所有的啊幻贝法师啊，在佛前啊恭受啊年位啊封送维新圣教三十星啊香花情香花影啊，来祭拜啊，表达心声啊，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我们就要啊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啊，这个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啊。那我们再一次的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所以当我们看到王禅老祖圣像的时候，你们合掌起来啊，你们很诚心的恭念啊，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念三遍啊，那你们绝对可以与王禅老祖印心绝明啊，所以这个是明心见性的咒语，就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啊，祝福各位。本节目由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啊，王禅老祖的天威，十劫还赞叹不完，有如佛的智慧，佛的慈悲啊，同样的受到我们众生给予赞扬赞叹。
那王禅老祖民国72年1月15日啊，开始在世间行道啊，以混元本人天人合一行道，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学，以及念佛，念佛圣号，就是要大家回归自己的本性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是消灾化解、神道关怀、名扬两界的上圣精华。所以我在72年开始行道，啊，用易经卜卦。虽然易经我们一般把它用为算命，但是王禅老祖开示，易经是大宇宙的真理，天人法界的真理大道，而不是雕虫小技的算命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维新博士班，我们维新硕士班，我们的讲师们啊，你们要冷静的来思考，来参演。而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而无论神鬼啊，都少不了易经啊这盏明灯。曾经啊，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啊，他知道易经很好，所以啊，他卜卦在我的面前啊，我说你卜卦补给我看，3块钱的，啊，用金钱挂来补，补起来六爻全部动了，奇怪的六爻都动，啊，再补一次，啊，他心里不讲话，啊，一直用念力来补这个卦，还是六爻全部动，我说你心怀不轨，心很乱。所以啊，啊，你这个卦，祖师就不会给你明显的指示，啊，他才跟我说了，老师啊，啊，王禅老祖很灵哎，我卜的卦就是我晚上做梦都被鬼追，啊，被鬼追，我要问卦说这个鬼追他是什么意思，这个鬼是什么名字，这个鬼为什么会这样，结果卦动出来六爻全部动，这震惊山河啊，啊，这个就是用意，就是如来开口。我说你这个问题不是这样问啊，你问说晚上被鬼追，到底我犯了什么错啊？吉凶如何？所以你再自己卜卦卜看看啊，再卜一次。六爻中只有一爻动啊，一爻动呢是父母爻动啊，父母爻动呢也不克四爻。哇，你这个没有问题的，你的祖灵祖先来提示你啊，凡事要做到问心无愧啊，这个你啊晚上就不会再被鬼追了啦。我们这些老信徒呢啊，原来是这样哦，我在世我爸爸阿公在生的时候都管我很严，管得特别的严，所以我都很糊涂啊，结果连爸爸往生了，啊，爷爷也往生了，还是那么严格在管我啊！我说你为人子女啊，当然要管嘛，啊，不管啊，灰灰乱来啊，那也不行，也不
啊，所以可以用义里面就了解到王禅老祖传的义卦啊，就识破天机啊，啊，就如来开口。后来我们这位老信徒呢，啊，他就老师啊，啊，那时候都称我是老师，老师啊，啊，你的易经和我一般去问过卦的易经的用法不一样呢，本来就不一样，这是王禅老祖慈悲悯示，啊，那你卦谱出来，老祖一定会跟你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啊，只要你有忏悔心，哦，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兼今忏悔，时时念这四句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兼忏悔。所以我们在佛前，你啊，香拿起来，一定要先念这四句偈，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内心的啊烦恼，或是高兴，或是所祈祷的，啊，这是一个我们修行的规则，啊，所以以后啊，我们这位老信徒呢，啊，就再没有发生这一些。晚上被鬼追，因为他有忏悔啊，除非我们一个人啊，你有修得很好，不然的话，我们凡是有犯到所有一切罪过，没有去忏悔的话啊，晚上睡觉绝对会大声小声，睡不好啦啊，这是一定的真理啊。所以王禅老祖传道，他不分众生，上至国家的元首，中至将相，市容工商百业的经营者，下至凡夫一切众生，王禅老祖全部都要度都要加持。所以王禅老祖的他的天威呢，真的没有办法用嘴口来形容啊。曾经有信徒来啊拜老祖啊，遇到我说，老师啊，啊，王禅老祖看我这么穷，他愿意度我吗？愿意救我度我吗？我说老祖他又没有去分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又没有分富贵贫贱富贵啊，只分说有心无心呐，这样而已啊。所以这位信徒呢，他很高兴，那我以后都会多多亲近王禅老祖咯。我说对呀，只要你善念、善心、善念。哦，那样你绝对啊可以与王禅老祖印心。所以回去了，每天早上起来就面向东方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口及天理然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遍。每天早上起来啊，依法这样修行不到半年，然后事业开始转机啊，他的家庭开始稳定啊，所以啊，每天早上面向东方啊，东方旭日东升，就是指日高升啊。那么他呢啊，现在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不是说我很有钱才能修行，只要有那个心，你每天早上起来，你恭赞王禅老祖赞偈，
四句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还没悟道还没接法的同修，你一般的大众，你就以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而我们维新博士班，我们的讲师准讲师的贤士同学们啊，你就以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我们每天早上你面向东合掌，很虔诚的念三十六遍，会改变你的命运，会改变你的事业，会改变你的思想。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来到宣佛寺，跪在王禅老祖金莲座前，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说他的儿子很不孝，啊，不知道怎么办，啊，请王禅老祖怎么教孩子，啊，求老祖嘞，啊，帮帮忙，怎么样来教他的孩子。本段子啊，那我说老祖慈悲啦，你只要时时念的王禅老祖的四句偈啊，早上还是面向东，你说先张开来，把你的孩子儿子把他你观想在你的心中，在你的手两只手的中央啊，那然后轻轻的念，那个嘴的声音面向东啊，眼睛闭着啊，观想你的孩子啊在你前面，在坐在你的面前，你就像小孩子啊，你很喜欢他，在呵护他的一样啊，你就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你一直念，念三十六遍，最少要三十六遍啊，求王禅老祖加持啊，孩子呢啊，可以改变他的不好的坏习惯啊，这你喜欢什么，你就讲你喜欢的话，啊，你这样做，很快的，你的孩子心会改变，思想会改变，行也会改变，哦，所以他早上就按照这样做，每天早上起来就可以了，三十六遍，所以过了还不到半年。他的孩子呢，有一天突然觉醒了，啊，觉醒了，开始要找工作，啊，开始去上班，啊，赚钱来给他的爸爸妈妈，啊，所以这样子救了自己的孩子，因为父子连心，母子连心，啊，若是我们各位同修。我们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两岸的和平，为了世界的天下一家亲，你可以把世界所有的人民放在你的掌中，啊，放在掌中，然后把它合起来，面向早上起来面向东方，你就轻轻的念，啊，眼睛闭着，用心来念。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你这一直念啊，大家这么修，我相信世界会和平，我相信天下会太平，啊，你知道吗？所以各位同学
那么有的同学说，师父啊，我想娶媳妇哎，我好喜欢那个小姐，能不能做？能不能这么做？你看可不可以这么做？可以啊、哦，只要你要用心呐、啊，请老祖当媒人呐、啊。啊，但是相对的，你自己的孩子、儿子也要检讨啊，不要是主观要贪得别人对你怎么好，你不让自己的儿女对对人家好，这个都不有失公平性。所以王禅老祖传了好多好多的妙法呀。啊，所以希望我们各位维新博士班啊，我们的法师讲师啊，准讲师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你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即得圆满啊。所以王禅老祖有百千亿化身啊，无量次的化身，无论你走到哪里，王禅老祖都在你的身边啊！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王禅老祖都在你的身边。曾经那华人班的同修啊，他在国外回来四个月学成之后啊，回到自己的国度啊，一次呢啊要去旅游。啊，带着十几位到山上去旅游，结果发生大雾，车子寸步难行，很烦恼，所以他就告诉一起同团的人，一起念王禅老祖战记，啊，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直练，大家一直练啊，这个突然间前面的路雾散开了啊，就让他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哪里后面雾追到哪里，开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下山了啊，整个山又盖住了。哦，好高兴哦！打电话回来，我接到了，啊，说他呢，这个情形，哦，王禅老祖真的，他到哪里，他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王禅老祖他究竟有多大？我第一天共修，告诉各位，啊，王禅老祖的身。法身大无其外啊，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沙粒而已耶，啊，何况你在地球的任何一方还是一个小沙粒，所以地球之大还抵不过王禅老祖的身法身之大。那么我们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你很虔诚的来修这个法，那你们绝对会与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化身三身集于一身啊，皆得消灾化劫多啊，啊，自我的救世不迟老。所以王禅老祖啊，他是上界的仙翁啊，非常超越的大神，是宇宙啊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宇宙主宰的大神啊，王禅老祖啊，啊，所以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修行就是要找到真理，
我们修行不要有自私自利的思维，你自私自利的自利的思维啦，那汉王禅老祖的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完全就不相吻合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博士班我们的硕士班，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多多传这个道给你们有缘的人家家户户平安，即是世界和平的大导师了啦，你知道吗？各位维新贤士今天我们在这里，在诸佛菩萨今年座前，在列祖列宗还有这诸圣灵座前天人合一，一起共修圣法，只要你将这个法接回去你都能够超度你家的祖灵若是你要超度祖灵，你可以手早上起来还是面向东，你把手展开来观想我们的祖灵，我们的亲人爸爸妈妈或者阿妈阿公阿祖阿太都坐在掌中，这是一个莲花，坐在莲台上，你把它包起来然后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奉送我们的祖灵能够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成就佛果位那你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他皈依阿弥陀佛，因为王禅老祖他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来到世间度我们的祖灵，度十方法界三界万灵，那么方便法门就是王禅老祖赞记，你要会这么念，然后将你的心来表达你所希望的用心来告诉你的祖灵，那样你就可以得到正等正觉能够奉送我们的祖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祝福各位。